哎，这什么洞窟开拓者哦，竟然有名字，属性。打开。你在玩的那款有兴趣吗？没有，它要英文，所以你那款我已经那个啊，免费下载了。你还没贴的时候就已经先下载好了，但是我没有兴趣，因为英文成分太重了。虽然生存都大同小异啊，只是看英文真的看到很疲乏。对啊，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。对，开始游戏。传说中提到的这个地方，一个遥远的洞窟，据说它蕴藏着难以想象的力量。有人说洞窟会通向更好的地方，而其他人坚持说你只会发现死亡。在念诗哎，这个洞窟的墙壁到底围着什么？啊，其实这个就是，哎，北七哦，等一下哦，好了 ，A D 移动，空白跳，然后嘞 ，Shift 可以跳，按住可以跳更高，轻轻跳，用力跳，轻轻，哎。洛克人，好了，我会玩了。Tap 检查包包，好。一拾取物品，那在干嘛？然后红色斧头节快乐，是无法想象的力量。数以百计，哎，他可以讲话慢一点吗？无人生还。是啥让你与众不同？好吧，至少你带了武器来吧。没有，按 R Ctrl 近战攻击 R 不让我动啊，神经病哦、喔！按 R， 这个游戏用不到滑鼠啦，使用方向键发射远程武器。哎，我傻眼，我跟你讲这游戏怎么操作。这游戏你的手指要放下上下左右键，然后你另外一只手要放下 WSD， 那刚刚按 Ctrl 是要按右边的 R Ctrl 再攻击。使用方向键加远程武器一，你也可以向对角射击，射三次，一二三，还一把弓，这还不够，你会失败，就跟其他人哭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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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难了吧？右边的 Ctrl 是攻击键呢。然后上下左右是射箭呢，哇！你觉得你在干嘛？还是干嘛？自定义模式。自定义模式允许玩家修改游戏规则，对公共来说太危险。如果你难以享受这游戏，自定义可以帮助你。好，换装，空白选择，没有。太小，职业，好的，开始冒险。为什么又有延迟啊？我明明已经调延迟两秒了、欸。嘿，你看出去史莱姆了吗？他们真的让我很头疼，我受了伤。受了点伤，你能搞定他们吗？哗哗哗哗，这好难玩哦！可是极度好评哎，这游戏极度好评哎，嘿，听好了，
我找到了这双靴子啊，送我啊，送给我，送给我。我的脚一直都挺小的，那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但是嘿，大小不重要，对不对？给我啊。我们合作愉快，哎、欸。啊！按 Q 使用物品魔法来警察，从物品魔法 Paper 打开包包。然后嘞，哦，我忘记不用滑鼠了，白痴哦。可装备怎么装备？空白哦，炸弹。热回复的电视迷你，这要怎么用？白痴！哦，按一二三，等你。Q 只用技能。哦。我受伤了。哎、欸，我要习惯哎，剪剪剪剪剪，中间中间。哎、欸，好难习惯哦！天啊，什么东西？荆棘的祝福，灵活的祝福，灾难的祝福，这个每次攻击38%的攻击速度。哥布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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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难玩呐、啊！等一下，怎么开？感觉要死。嘿咻，咻，咻。啊，这个像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阿外炸弹呢、欸？然后这样子，好好，可以。啊，这要干嘛？靠，搞不好这个比较适合用手把玩。这个是比较适合用手把玩啊。狼牙棒，捡了。咻咻，狼牙棒。哦，白痴哦，宝箱是用打的啦！不要，哈哈，哦，这游戏可以换了，宝箱是用打的哎、欸，那要去哪了？找，不是，嘿，没有。哎呀！我要死掉了！乌鸦的祝福，太小。多、哦，什么？使用向周围发射闪电球，空白式使用。好，但纯金戒指使你的重击晕眩目标。哈哈，哎呀，我真的会边玩边笑死。攻击好，咻咻咻咻咻！
训宝珠。啊，那跟什么上去啊？欸，感觉最左边那边是不是有隐藏的路啊？觉得嘞，是炸弹也不够了。好，下一关。咻！不是，对这个，哎，中了。标记功，记功。啊哒！哇！我标记，我标。啊！哦！这是什么？偶尔附近垫底。哦，棒哦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可以救我吗？超级无敌厉害！啊！等等等等，等一下！哎、欸，我好……你在干嘛？你丢高、哦？你怎么了？要不跟你对话、啊？痛苦戒指。吃了，祭坛花84G，哎、欸，要钱，所以这边的钱是可以带走。哇！等一下啦，这没存档啊。女神，231块钱，生命啊，补血的补血，是有。嗨。哦，那个会爆炸欸，黑色药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我不小心吃到啦，剑不受重力影响，所以是可以这样子哦、喔。我刚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黑色药水，暗黑色的药水。他会不会是？可是这边的怪就是会结束啊！哎、欸，他可以对话吗？不行。水色药水，立功，这是水色哦，米色药水。哎、欸，又有生怪了、欸，哎，好棒哦！那、啊、他会不会死啊？哎、欸，我好久玩游戏没那么浮夸了哦。好啦，下一关。在干嘛 ？Hello， 打 boss 了，这么快 ？Are you kidding me？ 啊，死了！啊！我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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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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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远程没屁用哎！干嘛？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小蜘蛛不能用远程打哎、欸！好啦，过来，哇哇！等一下，啊！
觉得一周目应该是不可能可以直接过吧。哎、欸，这看起来其实有点像螃蟹。好，我死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超像帝王蟹的哎，看就饿了，对吧？解锁月球的面具，这是 Enter 吧？哦 ，Enter， 我以为那是 J。棕色长袍。没办法、啊，那个甲壳类，就人家说螃蟹跟蜘蛛是同一个啊，节肢动物啊。继续，好，我们来换衣服啊！这什么东西？每日任务，关闭职业，关闭遗物，初始道具，初始祝福，每日特性，外来入侵怪物增多，移动速速减少。好。哎、欸，一开始的弓好像不错哎、欸，圣弓，美丽圣洁弓箭，哇，骗人，这也太屌了吧？是什么？闪电长枪，啊是这是武器哦，发射闪电，哦，哇哇哇哇哇，好有点烂啊。哇！因为我说我蛮喜欢玩打宝类游戏啊。啊啊，只是强不强是其次啊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其实我这个应该……哎呀！等一下好，这可不可以喝啊？哦，可以喝哦！啊，这是啥？啊！你干嘛？对啊，我就是喜欢玩那种死掉之后会变更强的那一种，就是你一定要去死，你死了之后才会有经验，然后让你下一只角色会变更强那种感觉。我比较喜欢玩这种啊。生姜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发色哦，我们挑橘色。头发，哎、欸，延迟好像也挺久的哎、欸，上半身。哦，不，没穿衣服。好，我想说怎么有全黑造型的呀？我看看有什么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。通过挑战来。啊，没换衣服哦。啊，这个啦。这个帽子。切。没有，啊，我可以换装备吗？小智，从我这，哎呦，凶哦！怎么的，死太快？你也买来玩？哇，我不能玩每日了哎、欸！我以为可以打到过啊，可惜。好啦，啊，我没鞭子了，咻！这游戏可以互射哎、欸，互射时间会有那个弹掉的感觉，水晶骷髅。哎、欸，我蛮喜欢看那个玛雅的水晶骷髅。哎呦，消耗品哦，白痴哦。
这个放一，这个放二，这个放三，好。啥？水晶骷髅是干嘛的？贵！哎，看装备啦。可创造一个阻碍远程的立场。咦？怎么都有神经病冲那么快呀？咻咻！炸弹攻击！不是这里，哇，浪费。阿汤死了，他会爆炸。我刚刚钱是不是也没带走啊？所以钱要花光的烂游戏。等一下，他为什么打开包包不是暂停啊？真是，给看哦，给我看哦。那个是吃了回复生命力15点，生命当量加10，吃。然后这是消耗品哦，那这个是。啊！性炸弹还可以抖啊，还可以耶！圣遗物，什么鬼东西？近战武器，它可以放魔法哦。好啊，那我拿这个。那个攻击高，119。反正拿远程没差。狼牙棒。我拿得到吗？我可以。是什么？放置地上，捕兽夹会踩他第一个敌人。好哇、没有东西光撤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哈哈。我摔下来了危险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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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。好，不要，很烂呢，他攻击太低了，是什么剑啊？这什么剑士啊？攻击那么烂啊？直接攻击的伤害很小，像天花板发射可。哦不，要死了！怎么这一关这么衰？
哦，好痛哦！来剪一下哈。我好，我试试看手吧哈。得了，棕色高礼帽，搞不好不会哦，我搞不好用手把它变更智障哦。继续，哎、欸，有人，哟，长途跋涉是不是？无论如何，我叫巴里，但你可以叫我佛格斯。我在这里修复某些啊，才像话哈？腐蚀水晶吗？它看起来很壮，什么东西？你拿它做什么？我马上去修。我看一下，我跳是这个。哎、欸，手把好用多了啦！你按类比就可以射箭，然后跳哦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，不是要按这个啦。这个是应该是对话。哦，这选道具，那他、啊、打开包包嘞。这个是攻击。对话，看一下哦。对话应该是这个，哦对，这是离开，这是跳。哦，按这个是，然后等我一下哦，我先看一下怎么玩。那我要怎么换东西？